你不能走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开，放开。收下，是我，泰迪。都收拾好了吗？嗯。这么早就赶过来，麻烦你了。是我自己要求的嘛，没什么。估计你一个晚上也没睡好，搬家这种事儿，还是我来吧。谢谢。梦想呢？醒了吗？我们吃完早饭就走。他洗脸去了。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初夏，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沈安，他可能已经走了。学长，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人了，好吗？三分钟行不行？三分钟之后你可以转头就走。初夏，如果你不想去，或者觉得去了会更痛苦的话，就不要去。是关于这个房子的。是我当初买下房子的合同，这房子是陈双留给你和梦想的。你们不要搬，咱们今天就去办过户。这个房子是你通过正规渠道买的，它是你沈公子的，不存在归公于原主的说法。拜托你收下吧，我怎么能占着陈双和你们的房子呢？不想看到这个房子闹心是吧？你可以自由地再把它卖给其他人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房子的事情说完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初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上天让我跟你走到一起，应该就是想再给我一次补偿赎罪的机会。他都能给，为什么你不行？难道你忍心让命运把你我的爱做个粉碎吗？你差点把我几个梦想的人生撞个粉碎，现在跟我说要珍惜我们之间的爱情。初夏，你听我解释。三分钟到了，初夏，放开，你不要走，放开，你不能走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开，放开。
对不起，初夏，对不起。先生，问我干嘛？初夏，行啊，刚才的三分钟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三分钟了。经过这一切之后，我决定跟学长在一起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初夏，你会骗不了我的。是啊，你了解我的，向来不能等，不懂你，所以一次次的错失了初夏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我嘴上说的是见证，但我心里却是祝福，因为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的为人和你的能力可以不让初夏受到任何委屈。你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知道不能全部怪你，但是现在你有能力再给初夏见证你的幸福，不是吗？所以这次我会站出来，就算是初夏为了躲避你而来到我的身边，我也不在乎。我这一次一定会牢牢地抓住暑假。初夏，我能不能和孩子说两句？求求你了，说几句就行。希望我跟他说话吗？如果你想道歉的话，我已经收到了，其他的话就算了。现在我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这几天要守着你妈，要她按时吃饭，心情差的话就闷头睡觉。你伤了身体，那我走了。只要能少伤心一秒钟，因为我多少次都没关系。